大家好，欢迎收睇《主厨房圣诞篇》嘅第五集。咁咧，今日我哋可以话阵容鼎盛啊！咁首先咧，有我女 Francesca 啦，同埋咧 Ricky、Annie 一家，佢哋两个嘅女女 Caris 同埋 Carlin， 仲有苏日朗神父。咁当然仲有我哋嘅主厨 Rosa 啦。Hello， 大家好 ，Hello。Annie 啊，俾小朋友 decoration 啦、啊，我去忙我啲嘢吓，啊，你慢慢倾下喎 ，OK。Maria， 即係多謝你今天邀請我們一家人來到這個下午茶，不要多謝我，一會多謝 Rosa 啦。我們剛剛慶祝了聖誕節啦，又告別了張林琪，我知道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慶日。我知道，就是聖家節。小朋友，你知不知道聖家有哪幾個 members？ 我知道， Joseph 是個爸爸， Mary 是個媽媽，還有 Jesus 是個兒子。是啊，小朋友记不记得圣家的故事是怎样呢？ What happened after Jesus was born？ 三个king去 visit 耶稣，还有他给了他那些礼物。那之后呢？ And then Joseph 有一个 dream， and angel appeared and 说你 Mary 还有 Jesus 要快点走了。哦，是啊，为什么他们要走啊？因为 King Herod 是很生气，同埋佢想殺死嗰啲 BB 咯。哦，咁佢哋去咗邊？記唔記得？佢哋去咗 Egypt 度啦。好啦，咁跟住又點樣啊 ？Then angel appeared again， and 佢話你可以翻去啦，因為 King Herod 死咗啦。哇！小朋友講故事真係好叻啊！蘇神父啊，其實我哋喺聖家節咧係慶祝啲乜嘢噶？教會知道我哋聖誕節通常都會同家人好多時候團聚啦，咁所以利用呢一個節日咧，係幫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去諗下聖家佢哋係點樣生活，而喺佢哋家庭嘅生活入邊，佢哋每一個人扮演嘅角色係啲乜嘢，而我哋基督徒亦可以學習聖家咁將主耶穌擺喺我哋家庭嘅中心。我知道聖約瑟咧係一家之主啦，亦都係我哋做爸爸嘅典範。咁但係以一個普通人嚟講，點可以學到聖約瑟咁神聖呢？聖約瑟其實都是一個普通人，他只不過是一個木匠，但是在聖家裏面他的確確擔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以行動行先，他保護聖家，很多大的決定的時候是他作主，例如帶聖家去埃及逃難，回到拿撒勒的時候，聖約瑟亦是以他木匠的工作而維持家庭的生活。所以聖約瑟給我們，尤其是做父親的，可以學到就是怎樣去支持家人，怎樣去用工作去行動而保護家庭。但是蘇神父，你看我有三個小朋友，我放工回來已經很累了，我怎樣可以學到聖母媽媽這樣，她這麼有這個冷靜和有這麼愛心去照顧她的家庭呢？我們看回聖母媽媽的一生，其實她都受到很多的挑戰，但是她沒有埋怨過，她一生都是很服從天主的旨意，由馬槽到十字架你都會見到聖母在耶穌的身邊。所以聖母俾我哋每一個人學習到，就係點樣可以去支持家庭，去不斷咁去無條件咁去愛家人。咁主耶穌就一定係我哋做仔女嘅榜樣啦。係啊，主耶穌佢雖然係天主子，但係佢仍然咁去服從聖母瑪利亞同聖約瑟。喺聖經入邊，我哋睇到佢係同佢哋喺拿撒勒嗰度一路成長，一路學習學習聖約瑟係做牧匠嘅工作啦，而等到佢成長咗之後，佢先開始自己傳播福音嘅工作。所以喺聖家三個人嘅身上，我哋就可以體會到一個家庭就係好似教會咁樣啦。嚇？家庭好似教會？咁我翻屋企都係翻去聖堂啊？哦，咁你諗緊嘅聖堂可能只係講緊一個建築物，但係家庭同聖堂一樣，都係啲人聚集嘅地方 ，right？ 咁在一個每一個家庭入邊，係其實應該將主耶穌擺喺家庭嘅中心，喺聖母同聖約瑟身上學習點樣做父母，咁從中咧，我哋就可以顯露喺我哋家庭入邊教會嘅模範。你哋係幾時已經開始教育你哋嘅仔女去認識天主呢？當我哋小朋友出世咗冇幾耐咧，我哋咧就去聖堂度幫佢哋領洗啦。咁大啲咧，我就會買一啲聖經嘅書籍啦，啱小朋友睇嘅聖經啦，講聖經故事俾佢聽啊。我哋瞓覺咧，臨瞓之前都會係祈禱啊。到大大下咧，佢哋就會上呢個主日學啦，初靈聖體班同埋堅陣班嘅。而家哥哥同埋家姐咧都係做緊輔祭嘅。喺教會嘅立場嚟講，三樣嘢：家庭、教會和學校其實是應該
互相咁支持大家去教育我哋下一代，帮佢哋认识天主，认识我哋嘅信仰。咦，咁啊 ，Maria， 其实喺你家庭生活入边，你又有冇啲咩体会咧？咁咧，我咧夜晚咧就会同阿女一齐祈祷啦。咁而家咧，佢都识唱一啲简单嘅歌噶啦，好似 Give Thanks 啊、Jesus Loves Me 啊咁样啦。咁咧，我都会记得咧，我喺圣堂同我先生结婚嘅时候咧，我哋互相承诺对方要好似圣约瑟同埋圣母一样，互相无条件咁样去爱大家，同埋要照顾孩子咯。唔怪得你一家人相处得咁融洽啦。你屋企都系啦。妈咪 ，I'm hungry。哇，我哋挂住讲都唔记得食饭去肚饿添。咁不如我哋去厨房睇下 Rosa 今日教我哋整啲咩啦。I'm hungry too。好啦 ，Maria、Annie， 今日咧我做两份点心啦。第一份咧就系呢一个蓝莓芒果 cream puff， 再加呢个意大利式嘅蒜蓉包。咁个 cream puff 系咪有特别意思噶？系啊，因为今日系圣家节啦嘛，咁我就谂起圣 Joseph。咁意大利人咧喺圣 Joseph 嘅 feast day 咧，佢哋好流行咧系做一个 cream puff 噶。咁我将佢拎 up 今日嘅圣家节，咁我就做一个 cream puff。咁我哋咧就要咧一杯半嘅水啦，咁个牛油咧。就要半杯，因為做呢個 cream puff 咧，我個爐温係好緊要嘅。咁我哋而家就要按佢400度，華氏400度 ，OK？ 咁麵粉咧就一杯，咁麵粉咧我就永遠都係放少少鹽啦，就一湯匙嘅糖砂糖。咁咧就主要就等佢咧嗰個粉漿咧係比較挺身啲、靚啲。嗱，咁我哋而家開始煮呢個牛油水。咁我哋而家咧放牛油落去嚇，啊呢個半杯嘅份量嚇。我想問咧，呢個牛油咧要有鹽定冇鹽㗎？其實咧分別唔係好大。我本身咧就中意無鹽牛油。我哋一定要將呢個牛油水咧煮到滾下，佢滾咗啦。咁我哋咧就將個麵粉啦，頭先我講咗㗎啦，一杯，再加一湯匙嘅砂糖啦，同少少鹽，我哋快快咁擺落去啊，快手嚇，快手 spoon 咁樣攪佢。你哋睇啦，呢個係咩麵粉嚟㗎？呢個係中筋麵粉，即係 all-purpose flour。係啦，冇錯啦。我哋搞到佢咧係一個波咁樣，唔好有粉粒就得噶啦。咁我哋咧就將佢咧攤凍少少。咁我哋咧就預備個雞蛋啦。咁我哋咧就四隻雞蛋。不如等我嚟啊！好啊好啊，你幫下手好喎。啊，少少擺落嚟，嚇少少嚇得。OK， 唔該，你繼續發得噶啦。OK， 得啦，倒曬佢啦啊，唔該。好啦，咁我哋而家咧用攪拌器嘅，一路攪到佢暈咯。係啦，整暈全佢。嚇，係咪開始結身啦？睇唔睇到？佢起唔起就靠個結身啦。咁好啦，咁我哋咧就將佢擺落個摺袋度。我有個習慣嘅，我就數幾多下。咁你數咁多下咧，就個個都一樣咯，係咪啊？可以做到幾多個啊？呢個份量？你中意摺大定摺小？咁大約呢度你數下幾多個啊 ，Maria？ 嗱，呢個就中 size。一打。嚇，係啦。好啦 ，Maria， 幫我開爐好嘛？嗱，咁我哋而家擺入去嘅咯 ，Annie 睇唔睇到啊？嗱，通常唔好擺最高嗰格啊嚇，呢個係華氏400度，我哋就15分鐘。咁15分鐘之後咧，我哋就再減去少少，就350度華氏，主要就唔想佢咁撈。咁亦都係咧15分鐘，15分鐘之後我就熄爐，我有等佢喺入邊咧有5分鐘。好啦，咁我哋等個 puff 嘅時間咧，咁我哋咧就係預備個餡料先。嗱，咁我哋而家咧就切芒果啦。將佢起肉，你盡量切細佢嚇。嗱好啦，咁我哋咧芒果咧就切碎咗啦。OK， 咁我哋而家咧就做呢個星忌廉啦。我要200毫升加一湯匙嘅砂糖。Annie 幫我打啦，由慢至中至快啊，係啦。嗱開始起啦，但你冇糖咧唔起嘅。OK， 一路轉佢。夠時間了，剛剛15分鐘。好啦，咁你咧幫我咧教佢華氏350度，再教多15分鐘，係啦，唔該。咁好啦，咁我哋放嗱呢個芒果咧，咁我哋咧就放落去。我要再打嘅。呢個芒果咧係要打到佢溶曬啊，定係仲要打一粒粒咁樣咧？一半打到佢一半開始溶，咁有少少口感，剩翻一半。好啦 ，Maria 幫我擺入雪櫃啊。好。好啦，而家我哋開始做呢個意大利式嘅蒜蓉包。咁最主要咧，我哋咧就係將呢個蒜頭咧拍扁佢，整到佢碎啲。呢個蒜蓉包個功夫就係剁蒜蓉啫，係啊，好簡單嘅。
嗱，好啦，咁我哋咧，因為蒜頭本身有少少水分啊，咁我哋乾炒咗佢先。嗱，我而家我哋落兩杯嘅橄欖油落去。好啦，咁我哋慢慢煮佢。咁你可以而家咧嘅時候放少少鹽，唔放鹽都得。咁要煮落幾耐啊？啱啱滾就唔好大滾，大滾佢就會燶噶啦，因為佢仲有啲爐温啊嘛。嗱，差唔多。嗱，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切啲番茄仔同埋啲葱啊，咁大約咧係三棵到 ，OK？ 因為我哋做一個麵包嘅啫。咁我哋咧將啲油倒入去呢個葱同埋呢個番茄仔度啊。好啦，而家咧我哋就預備個麵包啦。嗱，咁我哋咧就切佢咧四分三一寸，就將個油搽勻全佢。又是華氏400度，咁我哋焗佢咧係五至八分鐘，啲葱同埋啲番茄仔就淋入去，啊幾靚，係咪啊？咁呢個咧典型意大利家庭式嘅蒜蓉包就做好啦。阿 Maria 幫我去雪櫃度攞頭先我哋嗰個芒果 cream 出嚟啊。啊 ，Annie 兩可唔可以幫我咧將啲 cream 咧擺入我個接袋度？哦，冇問題。OK， 你睇一粒粒㗎，哇，係嘛 ？OK， 好啦，咁而家咧我就將呢個 cream pop。咁我就輕輕手咁切咗佢。Annie 啊，你切啦好嘛？好啊，幾多啊？你中意啦。啊，你中意係。嗱，咁我哋就搽啲藍莓醬啊。你可以唔放醬都得，但係因為今日我呢個咧叫做啊藍莓芒果 cream puff， 所以我哋就要放啦。啊 ，Mary 呢個咁容易就等你嚟啦。好。咁我呢一個咧藍莓芒果 cream puff 做好啦。好味啊！我哋聖家節嘅點心嚟嘅啦。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在早上，感謝主在中午，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在黃昏時。好啦，我哋試下又加呢杯啦。啊 ，Ricky。哦 ，Thank you， 唔該曬，唔該曬。誒，等我嚟啊！好啊，好啊，好啊！係啦，嗱，我預備咗啲咖啡咧，就俾大人嘅，小朋友飲果汁咯喎。嗯，啲咖啡配埋 cream puff 咧，嗯，真係無敵啊！個配搭係咪啊？係啊！哇，平時食 garlic bread 襯湯我食得多，但係飲咖啡襯 garlic bread 咧都係第一次，原來個風味都好好嘅喎。我好中意食 garlic bread 噶，我都好中意食 garlic。啊，蘇神父啊，咁我哋講話咧，家庭就好似教會咁樣啦。咁其實喺聖家身上，我哋可以學到啲咩啊？天主係愛，咁聖家亦好明顯表露到天主嘅愛係點樣喺每一個人身上嗰度嘅。咁我哋每一個作為家庭成員嘅都有不同嘅責任、不同嘅角色。咁其實你哋有冇諗到啲咩活動可以你哋作為家庭成員去一起去做嘅呢？哦，夏天咧嗰陣時咧，我哋平時都會帶小朋友出去跑下步啊、踩單車。而家冬天咧，我就會同佢哋出去 snowboarding 咯。嗯，非常好。咁仲有冇其他咩？譬如話一啲宗教嘅活動，大家會一齊做嘅咧？我哋每個月咧都會響應呢個 Good Shepherd Ministry 嗰個主嘅個愛心雞飯嘅，咁啊全家人一齊咧都一齊，你又切啦，又洗嘢啊，一齊煮呢個飯啦。另外咧，我哋都會去朝聖啊，去 Midland 朝聖。我哋都去 FLL Walker 房噶。哦，係喎、哦，哇，真係好多不同節目喎、哦！哇 ，Francesca， 你快啲食啦，唔係啊，啲哥哥姐姐食曬噶啦。好啦。今集嘅材料同埋製法可以喺生命恩泉網站揾到，下星期再見啦，拜拜。好多人都将圣诞视为一个爱的季节，大家都会同亲朋好友欢聚庆祝，亦有好多人趁住呢一段时间做善事，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关于爱，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为人熟悉的经文，就是由圣保禄中徒所写的《爱得众》。爱得众是指圣保禄写给他一手建立的格林多教会的书信之中一段描述爱的文字。在希腊的格林多，这一间东正教圣堂外面就有一座石碑，
分别以英文、法文、俄罗斯文和希腊文刻了这一篇广为传颂的经文。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圣保禄用了十三节具体地描述何为真爱，所以很多新人都喜欢在婚礼选用这一篇读经。经文先后九次提及爱，所指的究竟是哪一种爱？圣经新约用希腊文写成，而在希腊文里面就有不同的文字形容不同的爱。如果你有看过上一位教宗本笃十六世，他写了第一个通谕《天主是爱》，他说爱又可以有三种的爱。第一种是一种叫 Eros， Erotic Eros， 是一种爱，是一种吸引这样来去爱的，是在本性的，很本性的一种爱，甚至是可以用个肉肉的那种爱，但是都需要的。为什么呢？ Eros 其实是好东西的，不是不好的。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种吸引，你不会起手爱的。但是这个是起手而已，后来你会进一步变成朋友这样去爱，是 Phileo， 他说这个第二种高一级了已经。但是基督徒还有更高一级的，就叫 Akabao， 那种叫 Agabi， 这种是爱德的那种爱，甚至可以为了天主缘故去爱所有的人，要怎样好像耶稣这样爱的。圣保禄笔下的爱就是 Agabi，即是纯爱，又叫做爱德。在爱德颂的头三节，保禄拿爱德和五样东西比较，分别是语言之恩、善知之恩、知识之恩、信德，以致爱德的行为由低至高排列。他指出爱德本身比起这一切都更加重要。为什么保禄会向当时格林多的基督徒团体讲这一番说话呢？答案在书信的上一章。在十二章里面讲了什么呢？其实保罗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团体 有分裂。为什么有分裂呢？其实有几个原因的。其中一个就是这里有很多人有很多神恩的。但是很多神恩的时候，保罗就要告诉他，神恩是为建树的教会，不是为表演你自己或者跟人家比较。所以如果你有神恩，你应该按住次序来去使用你的神恩。譬如有些人 有语言之恩的，所谓语言之恩呢，不是说你懂英文、法文、德文的意思，还有什么呢？有时候是圣神给你一种冲动，使到你会发出一些声音来赞美天主，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有些人会懂听他，就说出来他现在赞美天主什么，所以有解释语言。有些人，但是有时候这种神恩呢，为那个人来说是很建树他自己，使他自己很有信心。不过如果你想想，当你现在是开着弥撒，神父在讲着道理，你突然间充满圣神要这样，人家又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是不是觉得很怪？是啊，所以保罗说有秩序的。如果没有人能够解释到你的语言，你不要现在讲着，忍等一下先。所以他说神恩是有区别，但是呢都是同一圣神所赐的。所以这个圣神如果是唯一的，他没有理由使教会分裂的。所以你应该怎样好好地用你的神恩，有一个原则的，就是统筹了所有的神恩，就是爱德。因此他就写这个爱德颂出来。保禄在爱德颂列举的语言、先知、知识和信德之恩，都是圣神所赐的神恩。这些神恩是人即时领受到的，但是爱德却是属于九种圣神的果实里面排行第一的。这些果实就好像树上面的果实一样，需要时间和悉心栽培才会成熟。在之后那四节，保禄一共用了十五点来描写爱德是什么。这番说话很动听，但是又有多少人在现实生活中做得到呢？我们很懂得圣保禄所讲的那些金句，爱是含忍，爱是包容，这些金句很多时候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是说出来的。但是说完之后，两夫妇是不是真的可以
永久下去，愛是包容，愛是含忍。含忍我忍得幾多咧？屋企裏邊啊，或者丈夫啊，或者係仔女啊，激你扎扎跳嘅時候啊，咁樣樣，你點樣去愛佢？咁就仔女就容易啲嘅，其實。但係另外嗰半就有陣時啊，激到你有冇搞錯啊？即係咁樣樣嘅咁。咁朋友啦，更加咧，因為你已經係外邊嘅人啦，咁啊更加點解你咁講説話㗎？點解你會咁樣？即係其實一啲好少一個眼神或者一句説話，都令到我可以唔開心我就。所以含忍唔係就係忍咗佢，愛嘅含忍唔單止係被動嘅含忍，而係講述舊約天主嗰種咁嘅緩於發怒，緩於發怒係一個選擇，好刻意地去。將我哋感覺上唔舒服嘅、憤怒嘅、批判嘅，將佢昇華咗，緩於選擇去緩於發怒，慢落嚟。俾我哋睇愛嘅其中一個基本就係相信佢有原因，點解咁樣做？可能係唔好嘅經歷，受過嘅創傷。任何团体，小至两个人之间，都好容易因为彼此的差异而不和。越熟这个人越熟越麻烦。为什么不熟的呢？我们那时候就会不再见这个人了，我们不合作了。但是亲人不行，夫妇又不行，我们那份的不平安。不平安，见到人家不同，我们容许自己去用人性的软弱的破碎的方法去处理这些事。咁我呢個故事都講過好多次，真人真事嚟嘅，我發生咗太多次啦。就係個太太會嚟同我講，我老公好唔掂啊，佢好衰啊，乜乜乜啦，好差噶，一個邪惡嘅人嚟噶。我話點解咁邪惡？嘿，佢又唔念經啦，佢又唔肯跟我去聖堂啦。咁我領咗洗咪，佢未領洗噶，咁咁好正常啫。咁但係佢唔肯同我去聖堂，佢唔去聖堂，咁點會得救啊？唔得救，到時點升天堂啊？咁佢落咗地獄，咁我點算啊？咁啊，我都係好邪惡噶。咁我話：不如你嚟我屋企同我食餐飯啦。咁我 OK 啊。咁我上到去咧就，咁佢匿咗喺廚房喎。咁佢老公開門啦。咁我唔知嗰個老公嚟噶嘛？點解？因為佢好人，個老公好人啦，又風趣啦，又好玩啦，乜嘢都可以講啦咁。咁我話呢個冇理由係老公啦，佢老公好差噶嘛。呢個一定係佢哋兄弟啦。佢老公梗係匿埋咗喺書房啦，係嘛？咁啊，到食飯之前佢出嚟，你同我老公講咗咁耐，覺得點啊？咁。佢話：好好人喎，好過你。唔係講笑啦。之後佢揾我，咁我係啊，我哋要傾偈。我話：喂，我老公點可以幫到佢啊？我諗你老公冇問題嘅，我要幫下你啊，係咪？你係咪追住佢啲弱點，有日鬧夜鬧啊？我有時都會㗎咁。咁不如你咧學識去欣賞佢啲真善美啊，鼓勵佢多啲佢嘅。長處啊，佢自然會揾到天主。含忍係其實天主嘅啟示，唔好墮入去個誘惑，去反應，去反擊，而係尋找一個啟示，就係點樣去了解，點樣去祝福，點樣去將佢化成祈禱。聖 Francis de Sales 佢話：誘惑嚟到，我哋最好嘅準備係咩？等待天主嘅啟示。Temptation。最好的應付方法就是等待聖神的 inspiration， 所以誘惑本身不是壞的，是鍛鍊我們，但我們有時等不到反應了。保祿亦提到愛是慈祥的，在生活裡面我們可以怎樣實行呢？慈祥不是臨伯伯，是說實質的幫助其他人，真的好像耶穌洗腳那種實質的幫助，給人衣服穿、食物吃、探訪人、陪同人、聆聽人、款待人。慈祥變成不是一個感覺，也更加不是一個反應，而是一個抉擇，抉擇去以愛去做實質的行動去祝福。聽了這麼多，大家是不是覺得要實踐愛德真的很難呢？其實我們不用氣餒，因為即使是親自被耶穌揀選做教會第一任教宗的聖伯多祿，最初亦都冇办法用呢一种无私嘅爱去爱耶稣。喺以色列嘅塔布加有一间圣伯多禄元首堂，纪念耶稣复活之后同伯多禄嘅一段对话。耶稣就系喺呢一度三次问伯多禄爱唔爱佢。耶稣问佢：约望嘅儿子西满，你系咪比佢哋更爱我？
伯多罗答主，你知道我爱你。嗱，佢都好精。佢即系话耶稣你系全知噶嘛？你知道我系爱你噶。耶稣问阿卡巴奥用咗呢个动词啊，阿加皮呢个系咩爱啊？系高超嘅，系爱德嗰种爱啊，系爱天主嗰种爱啊，吓系高啲噶。用咗阿卡巴奥呢个字问伯多罗，伯多罗话主你知道 filio 呢阵时就因为我哋系朋友，我中意你啊，你中意我。大家有很多樣嘢係誒啱傾嘅，然後耶穌再問你愛唔愛我？耶穌又堅持翻用翻同樣嘅動詞。呢、这個伯多禄咧，佢答嘅時候就係主，你知道 filio， 即係話耶穌問係 A， 伯多禄係答 B。耶穌再問，耶穌再 insist A， 伯多禄話 B， 兩次啦。第三次耶穌再問。若望的儿子西门，你爱不爱我？今次呢，你估不到耶稣用了 filio 这个字问伯多禄，你是不是用那种爱我？伯多禄当然答了，主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 filio， 所以是 ABABBB， 看不见耶稣好像让步。第三次耶稣知道伯多禄现在未准备好，可能未能够做到这一步，好啦，你给得什么就给什么，用回你那个，你可不可以 filio？ 伯多禄当然主你知道一切，你知道 filio。 耶稣深深明白人需要时间成长，即使伯多禄在那一刻未能够以无私的爱去爱他，耶稣依然委托伯多禄成为教会的磐石。耶稣更加向伯多禄预言终有一日，他会因为忠于信仰而殉道。耶稣预言他说，你现在后生的时候，你喜欢去哪就去哪，你自己束腰的。将来呢，你老了呢，是人家帮你束，而不是束住你腰，是束埋只手，绑住你，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后来约望呢加了一句，他说耶稣是预言将来他要怎样为耶稣死的。即是说到那时候，他去到阿卡巴奥阿卡比。耶稣说，人如果为自己的朋友舍弃生命，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情。我们很难好像耶稣这样为人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圣德兰修女，怀住大爱去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只要我们不断努力，终有一日我们可以无私地去爱人。在很多圣诞画像里面，成日都会见到这三个人，有人叫他们做博士或者贤士，究竟他们是谁呢？1月1号在天主教会的礼仪年历里面，是一个与圣母玛利亚有关的节日。为什么圣母在天主教会的地位这么重要呢？爱常传主厨房圣诞篇以一道焗三色椰菜花带大家认识主显节和东方贤士，而流动圣诞学堂就会带大家去到土耳其的厄弗所，了解圣母在基督信仰里面的角色。看完这一集爱常传，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同时也请收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爱生命，以及订阅 podcast。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天主保佑。